Hello，等一下，右上角的星星会开始倒数十秒，请赶快找一找，小写 small x 在哪里吧。有找到小写 small x 吗？这个就是小写 small x， 你找对了吗？你有搭过飞机 airplane 吗？在飞机上通常都会有飞机餐，如果是吃素或不吃牛或海鲜等等的东西，不能到了机场才说，因为这时候飞机餐都已经准备好上飞机了，所以一定要在订机票的时候就说明哦。